这不是仙气，是该命。二，童话都是骗人的，这些不是公主，是工作人员，他们不住城堡。就是想让你回到那天，做那个无忧无虑的小男孩。你可以嘴硬，你也可以任性，你还可以毒舌，但是跳虎熊都不会抛弃你的，他在日程本上永远有你。这是我在游乐场里最开心的一天，谢谢。